现在有没有找女朋友？应该没有吗？没有了。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心理，有没有什么条件呢？还好，我觉得要聪明一点，眼睛要大。哦。这熟悉的天气，留在深处的记忆，似乎那次我们相遇。是缘分前世的累积，你念第一个。最佳女主角赵薇，却不能再次相聚。连续剧《还珠格格》中是小燕。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，一句我们在不同轨迹，再多的努力也是悲情。什么地新闻？湖南地新闻是、啊。千万次的练习，每吃每吃。千万次不停的温习。哎，你先动一下脚给我看，只怕我真的很担心。来不及，只是还没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没有你，我无法呼吸。我不能看你泪流了几公里，只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，还没告诉你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，我依然这样的死心塌地。熟悉的天气，留在深处的记忆，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。那曾经的旋律，赵薇小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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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能说好一些。我们看看可来好了，因为今天大家都到了。你们约过苏有朋在陌生城市见过面？啊？没有，没有吧？还要想啊？想。静静的深夜，群星在闪耀。哎呀，老师的窗前，彻夜明亮。下面的词已经。谢谢大家捧场。虽然是小生，但也不能够带女朋友上节目啊。他有带女朋友的老婆来了，来一个再关注一下。戏里面已经结婚了，老婆。天哪！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为我做好的安排，我知道现在的你对我有多么的依赖。我相信你第一次见面，世界上怎么有眼睛这么大的人？哎呦，小伙子拍戏了耶。仿佛让我回到了我的二十几岁，就像看你老房游戏的那个年代。还没告诉你对不起，他真的很励志。我也看了创造营这个节目，挺好看的，开场舞他就练了好几个月，挺佩服他的。他还年轻，没问题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我们在一个公司，所以有时候会常常碰到。对他很难洗礼起来了。不二哥，深情，就真的是不二哥了，我就成了个青蛙的身材，青蛙的身材。可能会联手一起，我们会推出《还珠格格》动画大电影。你很难的，葫芦瘦三个坐在你后面。你敢这样子吵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谢谢。小燕子，小燕子，你说是我吗？嗯。